当一面单枪匹马的人，所以牧师明年开始一年 一个月两次，就是马来西亚去三次，其实加上第一次，当然牧师还会在这个地方哦。就是我一个月两次到吉隆坡的时候呢，我早上还是带完课堂之后我才去的，所以我想了很久。这个东西我问我自己，主啊，你这么多年培训这个过程，然后今天才成为一个比较像样的传道人，那么我们教会到了一个地步呢，但是我一定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。所以有一次我叫大家小组的时候问彼此，问弟兄姐妹，那有些。